今日把声做咩？大家好，我系小哥。大家好，我系新伦。冇错啦，我哋今日咧第一站咧就系去呢一个 DW 嘅 event。话说咧，其实我之前咧就搞咗个 DW 嘅giveaway 啦，跟住就送咗15份嘅礼物仔出去。咁今日咧，佢哋都会嚟到啦，跟住我就要将份礼物咧就亲手交俾佢哋啦。Hi， 早晨，早晨。咦，就系佢哋啦。哦，劲啊！我們就安排緊啲禮物啦，跟住之後咧，同大家睇下，你哋有冇睇戴呢個 DW 嘅表啊？因為之前咧超級多人戴，呢一隻咧我真係見得多啲。跟住之後，而家手上面呢一個咧係皮款嚟嘅，新的 DW 嘅麵包，哇！十幾年冇食過麵包。蘋果嘅訪問，佢會問我啲咩噶？佢會問你，你究竟中意戴咩表啊？跟住中唔中意食棉花糖啊？最重要嘅 mission 咧，就係我要將呢一袋 DW 嘅禮物咧，就送俾玩完 giveaway 嘅朋友仔，咁希望你哋都會中意啦。希望你哋都會中意啦。加入了 YouTube 咩？黐埋咗，系啊！紅色啊嘛，佢仲有新嘅 YouTube。我都呢件紅色衫啊！呢度，哇！嗰條邊緊要咯，請但係你上身著白色咯，你唔可以撐白隊噶。但係你上身著白色，你就係撐白隊。完咗個疑病，跟住之後咧，我哋而家咧就要出發去呢一個耶買衫。哇，其實好似花仙啊！係啊，你好似花仙成日喺隔離嗰度咧，好煩。話説咧，一陣間咧電競音樂節咧就係要著呢個紅色衫，因為我係紅隊嘅。咁咧，你都見到我今日全身都係黑色。因為剛才我耳病人要黑色，時間許可上我是不可以回家換衫，所以現在買衫。由於剛才在 Sarah 是完全找不到我啱用的衫，沒什麼紅色，於是乎你現在決定都是要飛車回家，都是穿回我家，穿了 N 世那麼多次的紅色，我真的沒什麼紅色的東西。啊，點解啊？其實我係白隊咪好咯。如果我白隊嘅話，我大量白色衫，我最多就係白色衫。我唔知點解。著呢件好唔好咧？好喐喐喐咁樣喎。嗱，據聞咧，我一陣間咧係對呢個阿豪心意嘅嚇。於是乎，我知道佢都係一個 hip in the hop 嘅人，所以就 hip in the hop 咁樣對決啦。耶，紅組 super win， 殺招！妹子點啊你？個個個好肥啊你！點解你咁肥噶？我你寫得屁股格格，遺傳到我啲嘢非常之好，攞油格格，攞油格格。你對於俾我打埋，俾有錢走我講嗰啲嘢，次次啲片出過嚟噶，佢話得你一個人講嘢。一般就嘥氣，你唔使講乜好啦，你叫佢講曬佢都咯。趙善行，你對於俾我打敗有咩感覺？你講，講。我對於打敗你，打敗你嘅感覺，等你冇位置先。打敗你嘅感覺非常之爽噶。耶！原來明仔今日嚟啊！今次仲到我拍 vlog。喂，我完全講唔到嘢，你睇冇咧？嗱，係咩對住啊？係啊，右手揸，係啊。我第一對鏡頭先要 high 嘅，幾個幾萬人一見真，阿婆你識唔識唱《長相廝守》啊？唔識嘅喎。你
我不如 send 條 link 俾你，你學下。好啊。好，我試下唱唱新之首。命中與你一次，難代表最終的早已注定無法珍惜。哇，好犀利喎！9:30，呢个数正喎。